而 OPPO 这个朋友呢，让我觉得有深度的地方，是因为它的功能性很强，好像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你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信赖感，然后给你很多很棒的功能。 OPPO Camera Phone。